老婆饺，不是吃麻椒粒儿，老婆饺不好吃，是吃完麻椒粒之后吧，嘴里麻麻的，吃老婆饺的感觉，我跟你说老好吃了。这个是筛筛不吃啊。直接黄成了，吃黄。你们吃就这么吃啊。这个塞就没成，直接黄，不吃啊。我这应该是打开化时间长了。咱家老婆饺一点添加剂没有，然后你们回去吧，不吃一定要给它冷冻上啊，千万不要冷藏时间放太久。